谢谢金院长啊，今天大家运动都够了，所以呢回家之后可以吃一个冰激凌，补一补 calorie 啊。下面呢我要唱一支那个歌啊，可以叫做 Still Into You。 这个歌呢想要借着这个支歌献给所有天下的有情人。I'm still into you after all these many years. Okay. Thank you.
就是我们今天的 Qband 唱的最后的一支歌。但是呢，在我们没开口之前，咱们呢要介绍我们 Qband 的三颗星。那这个是我们 Qband 的甘草。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鼓手淑芬，请大家热烈鼓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Percussion Queen 苏珊娜。接着下面呢是躲在那后面的，声音美得不得了的何世行 Keyboard。 好，来 Give them all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hank you。 那最后这一支歌呢是我们全部要给大家唱一个最后的一页。在我们这个鞠躬下台之前呢，咱们啊先在这里预先谢谢大家的鼓掌，谢谢大家的鼓励。OK, so you owe us some applause and some encouragement. OK, 现在来我们唱最后的一页，啊不，最后一页，最后的一个下午。Thank you.
回家。